前尘回忆都撕碎，不留遗憾作祟，奢取一生的漫长换一回。假如决定卸下防备，真心错付于谁，敢给就不怕摧毁，爱不愿沉睡，寒冬天地也无愧，殊途不同归，我也无怨无悔。因为你是宿命无解的谜题，所以我祈求有奇迹，斗转星移，哪怕被岁月染尽，而我只愿为你去寻寻命为永远的奇迹，至死不渝，一路同行。爱就是生命。今朝还告诉过我，朋友之间不能有秘密。既然赵燕是朋友了，我想告诉你一件事。好，但是无妨。我觉得扁大夫，我第一眼看到他就觉得很亲切，好像今朝啊。扁大夫像岳兄。像。又好像不像，就像这个菜包子和肉包子的区别，虽然都是包子，但是馅儿却不一样。岳兄率性机敏，扁大夫，总之在我看来两人是毫不相干。会不会是月姑娘之前就见过扁大夫啊？没有吧。月姑娘，你之前有没有听过热海？热海之事事关机密，你不要随意往外说。那月姑娘，你身上可有什么不同之处吗？特别厉害，特别聪明，算不算？那除了这些之外呢？那就没有了吧。交友不疑，这是我最后一次问你了，但我还有一事相求。我问过你的事，可否不要告诉任何人？为什么？此事对我很重要，所以还请姑娘帮我保密，不要告诉其他人啊。好，我答应你，赵燕，你对我们很好，只要今朝不问，我就不说。如果岳兄问起来的话，也不要告诉他，可以吗？那不可以的，今朝如果问我，我一定会说的。那抱歉。刚刚村民找我询问病况，耽误点时间。伤者没事吧？没有。赵燕，你怎么了？让我看看。不劳烦扁大夫，救急而已。骆家主不相信我的医术。赵燕，你还是让扁大夫给你看看吧。有劳扁大夫。骆家主身体状况似乎前所未见。没事，我休息片刻就好，多谢。
体并无异常，生命力却源源不断流出体外，这便是昙花洛家双子早逝的诅咒啊。以后大伙不要叨叨啊，我跟你们说你们也都听见了，扁大夫是不是说等这几个患者苏醒了一切就都明白了？哎呀，你们别老害怕害怕的，不信扁大夫你们要信我呀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不说的有我有什么不行啊，万事俱备就等鱼咬钩了。金钊，这招真的能行吗？当然了，那伤患的出现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，为了掩盖罪行，他们晚些一定会动手。哎，明姑娘，贤庆前辈，你消息回来了。是啊，年纪大了消化不好。我们已经找到了住处，先去接洛雄和青。你们看，我把整个村的地图都画下来了。这画的什么？哦，这个三角形的呢代表房子，这个圆形的代表洞穴。那我们现在在什么位置？哦，这个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，这个是扁大夫的房子，对吗？对对对，没错。哇，石芳，你画的地图可真好懂。行，这样我们在扁罗环家附近藏着，等到他们动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包抄他们。哦，月兄，我不建议在村子里动手，刀剑无眼，万一伤到无辜百姓不好。那咱们就将他们逼至羚羊道，洛兄、石方还有贤清前辈，你们三个守株待兔，其我明姑娘我们在扁罗环家附近守着。好，我留下来保护扁大夫吧。不行，不是不行，就是你确定吗？确定啊。金钊，你看起来好像不太想让我留下来保护扁大夫。哪有，我就想知道你行不行啊。我不行你行吗？既然都已经安排好了，那我们就各自回去休整一下吧。是吗？也许吧。想到齐就算了，这扁罗环怎么也往脑子里钻？这真是有些奇怪。金钊，你这有水吗？我在泡药浴，把眼睛闭上。你泡药浴怎么不关门啊？你进来怎么不敲门啊？别睁眼啊。水啊，我真的好口渴。以后你进别人房间能不能先敲门啊？你又不是别人。
一切刻骨铭心，难忘是你，往事一幕一幕都笑得笑容泪滴。机长，你这个样子好像黄花大闺女啊。真的，你跟我的画本里看的黄花大闺女无疑是被别人看到的样子一模一样，他们被看到的时候不是恼羞成怒就是羞愧欲绝。你看你看，羞愧欲绝了吧。金正，都把我弄湿了，我不跟你玩了。雨茫茫人海里镌刻你的姓名，别怀疑我心事中如意。姐，你也会这样给别人擦头吗？不会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赵岩有妹妹，石方有豆包，明秀有贤青。你太可怜了，没有别人，就只有我喽。我才不可怜呢，我还有我自己。闺女，花你个头啊！水来了，快喝。啊，好舒服。琪啊，你怎么会这么爱喝水呢？今朝，你会做草编蝴蝶吗？不会啊。为什么突然问我会不会做草编蝴蝶？扁大夫的草舍里有好多漂亮的草编蝴蝶，我也想要一只。这大男人哪会喜欢女孩子才编的东西啊？那我去问扁大夫要一只。啊！你什么时候跟扁大夫这么熟了？不是跟你说过一万遍，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讲话的吗？我一直以来都跟他很熟悉啊，我觉得扁大夫和今朝你给我的感觉很像，所以我觉得他很亲切。今朝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对了，你今天看守扁大夫家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什么异样？你说扁大夫还是赵岩？扁大夫。那赵岩呢？哟，什么？他向我道歉了，他说我们之后就是朋友了。那他还算有眼力劲儿，比他那个妹妹好多了。他还问我知不知道热海。热海？那你怎么回答的？你之前叮嘱过我要保密，所以我就说不知道。不过昭言也说要我保密。那昭言让你给他保密，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呢？我答应他，只要你不问我就不说，但你都问了，我肯定不能骗你喽。哼，算你听话。来，喝水吧。小昭言是在欣赏美景吗？前辈，并不是。那就是对今晚的行动有所顾虑了。我们人手有限，若今晚的行动失败的话，扁大夫跟那位伤患可能都会有危险。之前你不是已经认定好这已是出动之机吗？自己决定的事情，若在中途犹豫不安，小赵爷，这可算是伪善之人的。前辈说的话，同我一个家人说得很像。或许，我就真像他说的那样，是个伪善之人吧。许久未见过你这般天真之人。
有趣的还挺可爱。可爱？前辈，可爱之词可不适用于我身上啊。今日对上起源宗，我们一定不能输，一定不能。嗯，出发。洛兄，今晚要劳烦你和我一起守株待兔。明姑娘、前辈还有石方，你们埋伏在羚羊岛，等我和洛兄把人引过去之后，再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亲，你先看着扁落环，随后伺机和我们接应。要是途中遇到很厉害的对手，你也别逞强，打不就跑。等你们很久了，包围他们！杀到了，撤！进，我保护这里。怎么突然犯困了？怎么回头看一眼？臭郡主又抢我鸡蛋。堂主与这妖熟识，为何要帮他？说玄姑娘是妖。来，继续跑。石方呢？小石方被一个妖抓走了，我去看看。等一下，硕玄姑娘，你到底是好妖还是坏妖啊？废物不配知道。我不是废物，我只是不想跟你打架。硕玄姑娘，这是要杀了我吗？捏死蝼蚁，又何必我亲自动手啊？你是不是真的和起源宗有瓜葛？
起源宗这种小门小派，我还真是看不上。你们是被起源宗的人蒙蔽，才会做出残害无辜之事。不如放下武器，说出背后指使之人，也好将功补过。残害无辜，你们胆敢侮辱起源宗的名誉，宁完不了。兄弟们，上！是你，淑玄姑娘。若有一日，你我互为敌对，我一定会打过你，引你入正途的。你还真是敢想啊！就凭你那些破烂机关，敢与我敌对，你配吗？还有，何为正途？你我本就不是一路人。以后离我远着点。石峰，哎，怎么样，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，树玄姑娘没伤我。树玄，她是妖？啊，她已经走了。上次她对我们家七九特别在意，这次又是她。下次见到他，一定要问清楚。走，去找洛兄。不好，我们暴露了，猎人会杀了我们，不如坦白说了吧。灵火口。负责监视齐和月今朝的人是我，不是你。你以为我愿意看着他们吗？上次你在金翠洲暴露，已经引起了月今朝的怀疑。若再敢插手，我便对你不客气。怎么睡着了？扁大夫，扁大夫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，你没事吧？那就好。他呢？快醒了。哦，今朝呢？他们怎么还没回来？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吧？果然没我保护他还是不行。哼，这个蠢货。锦昭，你没事吧？我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受伤啊？师傅，你看上去不太好，是受伤了吗？没。
只是看见死了好多人，本只是想抓住他们的，没成想却逼死了他们，害死人了。巨堂主，你身为镇武盟堂主，以斩妖除魔为己任，还怕这些？怕是不怕，只是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命啊。害了他们，是他们你们这帮恶人，是他们死有余辜，你们还敢来问罪？你们本来不就是预谋来害人的吗？就是害人的。这位大叔，你听我说一下，我们来这儿是得知这里可能是起源宗的据点，而死的那些人正是起源宗的，所以他们就该死是吗？不，我们本来是想将他们引出来抓住他们，却不料他们全部都自我了结，我们不如一起去他们屋里面查一下，看有没有什么线索。岳兄不必再多说了，此事是由我主导的，未能阻止他们自尽是我的过失，诸位，你们的悲伤还有愤怒我愿一人承担。你承担你能让他们活过来吗？是啊，小昭言无需跟他们多言。诸位，恐怕你们就是救我的英雄吧。你怎么出来了？你还好吗？我已经好多了。你再不说明情况的话，大侠们就自身难保了。诸位听我说，我叫朗墨，是从莽晚寨到云辉堡来做生意的，起源宗的人把我打昏了，然后关了起来，跟我一起被关起来的还有好些人，就是他们。不可能，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样了。看他们这些人真的是……各位大侠，赶紧去救救他们吧！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用性命担保。好，也罢，我就让你们看一看珠儿的房间。你还好吗？老莫，我带你去草房。我自己可以回去，陆家主，你们快去吧。竟然弄出了一个密室，秦昭，你说这里会不会也有起源珠？小秀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迷魂草，可以用来提炼迷药。我记得在福金堂的时候也发现过这种药草，看来起源宗的迷药就是用这种药草做的。虽然味道很淡，但扁罗环的房子里的确有这个味道。你是说，除非是新鲜沾染的，
否则很难带上七位。况且我也从未听闻西域长有这种药草。姐，昨晚扁落环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？昨天晚上我在扁大夫的草舍里睡着了。所以即便他做了什么你都不知道？嗯。你是怀疑扁落环故意让月姑娘睡着？小月，上前些。小月在草舍待得太久了，身上有数十种，分辨不出来具体的味道。那个，是不是我们想太多了呀？或许只是小月太累了呢？嗯，我也觉得扁大夫不是坏人，他还帮助我们救老莫了呢。那些教徒在死前说了句很有意思的话，那人会杀了我。说明背后指使他们的人现在就在洛里村，而且这个扁落环实在可疑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我们先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再观察观察。我们先把他们抬出去吧。咱们分头行动，你们将人抬出去，齐赫我跟石方留在这继续搜查。嗯。哎，这有个箱子，看起来挺特别的。这是个机关箱，我来试试。快，小心！去让扁大夫给小月看看吧。去，把这药给他服下，可暂时压制毒性。再犹豫，他就没命了。扁大夫，他怎么样了？情况暂时稳定下来了。什么叫暂时？如果不是因为你闯进来，齐就不会昏迷。如果他有什么事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我也不愿他有事。
你们休息吧，我来照顾起。那我们就先出去了。亲。月公子，她真是你妹妹吗？你的反应可不像是一般的兄长。扁大夫为什么这么难过呀？医者仁心，月姑娘重伤，她自己身为大夫却无能为力，这种心情应该就像那几个教徒在我们面前自尽，我们也无力阻挡一样。倒是不见得。贤清前辈，方才怎么没见到你啊？方才的箱子放在了茅屋里，你们要去看吗？光顾着月姑娘的伤势忘记此事了，我们一起去。你们先去，我随后便到。走。扁大夫是在担心小月的伤势吗？身为大夫却不能为月姑娘解毒，难免会有些挫败。若是那几个教徒没死，小昭言他们顺藤摸瓜揪出幕后黑手拿到解药，小月就不用吃这番苦了。扁大夫，你说是不是？贤清兄似乎亦有所指。
似随机的突击，燃烧的痕迹都藏着秘密。不期而遇的剧情都是我小心安排的注定，注定是我为你披荆斩棘，哪怕结局终究难逃宿命，付出一直交换一点灵犀的共鸣，留给爱无言的说明，注定是我为你竭尽全力。